几个日头可好，阳光可好，但是有一点风。然后换了山这边，昨天那个是山那边，今天是山这边。昨天那个是山那边。啊，山那边。哦，这不是，这边。山的。一个不自己，一个站了一天，然后没有太合适了，几个又来山这边再站了，然后王姐给徐哥他们领队。啊，昨天俺去那个南屋村啊，他那儿有那个院儿啊，那个老院子啊，感觉很不错。但是你可以看看，你但是想往出里窝不住，那老宅子你出里是不是会有一种晚上如果要叫我给你睡，会不会我会害怕吧？应该有种说不来阴森的感觉。啊，这老院子住应该是不错，但是我是不愿意一个人住，一个土坯房，对不对？小时候天天住那个土坯房，我都住惯了，我是不愿意交房给那。他也是行销，你看着，哎，好好。哎，然后呢，我看这儿有个院子不错，如果要我住这个院子的话，我愿意住，但是人家还有人呢。看看这个小院吧，这个小院感觉真好。来，我说牛嘞，如果给你这个窑子，你住不住？要是弄好了的话，我都住。弄好不弄好，我也不往那儿住。咋了？我不住，你再看你身后。身后这个小院是真美。对呀、啊，这才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小院。那没人有人住。不管有人没人，我跟你说吧啊，这个念头大小吧。我跟你说念头大小吧，我给你讲解啊，为啥要大小这个念头，好不好？记住啊，你要住到哪点的话，你首先你得有人吧，啊，嗯，啊，你要走咱俩，咱俩往里窝，我不可能，啊，你有了院，你要没有小孩，没有老人的话，都不像一个院，它再美，它真是美。你是我说对不对？不对。咋不对？对不对？肯定是那个意思。你有家里，我你想想院，你家里有。你回家里有人，那你可不是你现在住着东西了，你肯定是那样说。你现在这还没有收拾呢，你收拾出来这儿可温馨。你给小孩他领着他也不过来，你叫白月他们来吗？他们谁也不来。嗯，你要不那个，你要说叫白月他们来，他们肯定来。都住这儿。那你要是都来的话，那个，都来。偶尔的住可以。你这个啥？再有一个，啥也不中的话，给点小孩东西，他们要不来，咱俩搁这儿再生俩孩。跑爷爷到家了，俺妈要是还不知道嘞，下来谁给俺妈惊喜啊？看俺爸爸吗？这出来这点了又不回来了。哎呀，好回来呀！想我不想吧？我天天这腰子都黑毛发正了，这黑了我都难看，老黑来了，我老黑的大眼。到底搁哪儿了哟？一个人说，一会儿回来了，吃饭挑完。他路往那远呢。一个黑的又直播，一个黑又直播一场，这等又冒事儿，这黑的还不回来，这搁哪儿呀？这丢了。那个大娘娃娃，看着哥到底搁哪儿了？你赚钱了吗？涨了七八，又饿了又，我还饿不饿的？你要跟他给穿去呗。穿去吧，几个钱呢？我涨七八。那叫我给东西拿去吧。刚去一个了，王姐给徐哥他俩热情了，带来梨，带来梨叫我搬，你去行吗？带来蛮好，梨啥都有。人家山西那边的特产，不知道叫口快手中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吃过，也没见过。嗯。这盒，哎，这盒的好吃，干啥去呗？转五嘞，咦，这芝麻，给干拌。外面倒点芝麻，这一到家，我都不想外头了，还是家里感觉好。给租房感觉打开了吧？暖和。反正去不经常去，去一回就住个一天两天，那就回来了，可暖和可暖和了。嗯，快点。对，外面芝麻。这个你别往外拿，他们回来，你该吃俺拌的，俺就吃了。你家的啥房？啥房啊？窑洞。这感觉好啊。
耀东的耀东。人家那耀东，还人家哪儿的那哪儿，苹果树、栗树、枣树啥都有。买的菜，但非得叫放坏，不给家不炒着吃，俺妈都舍不得炒着吃，都让他自己浪费炒。还有这种的。这个好吃，嗯。你看着锅吗？我到那样换衣裳，穿着这个不得劲。阿妈呀，他这个熬一会儿，给他兑点凉水，煮这块。这都坏了呀！吃的时候，点点几眼看见点料点点，好了，这都烂了。哎，就是让调调的，你天天炸不炸？炸熟了。你放心吧。洗好了茄子的拌呀，干煸一种，白煸一种啊。大软都可以了。我一炒，等会儿我炒不了，我祖宗看吃了好吃不好吃。这是甜辣椒不辣。我是白吃。我知道那个，我到某点再放，葱姜蒜放，放点豆瓣酱，咱知道。今上午做烧茄子啊，这个颜色咋样？尝尝好吃不好吃？哦，溜溜。昨天这有干啥呀？这吃不了饭了。那衣裳挂着呢。那是哪吃好了吗？